之前遇见这个白龙，应该是西斯的这么一个 BOSS 吧。这个 BOSS 网上维基写的 BOSS 是可以断尾，但是我之前玩是试了一次，发现是没有断，断不了，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样我们直接是往前走，触发这个对话。哎，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看刚才是进入这个 BOSS 正式区活，我们直接是把这边，哎，这边有个水晶，这个呢之前应该是，哎，这样我们直接是利用这个水晶被破坏掉，应该是之前这个大帽子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哎，怎么说呢，应该是，哇，哎，可以看这个，哎，好。现在站的位置很不好啊，这个机缘是正好在它尾部的，这样我们直接是顶个药。天哪！这样基本上我这个由于我之前是，哎，其实我是又开了一个档啊，啊，这个应该是跟大家之前提过，之前这个档呢，它的，哎，我的就是这只白龙一周目我是连，哎，断尾是想都没有想过啊，这个二周目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个其实现在这个应该是二周目，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三周目档，这个三周目的档呢，哇，哎，刚才也是很危险，差点是中了这个诅咒。这个游戏中也是跟大家也是说过，中诅咒的话是会直接死亡的。哎，这样，哎，这个白龙西斯也就直接被我干掉了。可以说是我之前是在这个档后面又开了一个三中的档，是打西斯是尝试断尾是没有成功。我也是没有太大办法，感觉上这只 boss，哎，怎么说呢，就是我发现它最好打法吧，就是在我刚才大概这么一个位置，它的基本上一些攻击都是打不到的，我发现攻击力最高的招数就是它这个尾巴有一个是，哎，上下拍这个攻击呢感觉还好，不是特别的伤，有一个甩尾，这个甩尾像我们这么高的防御率一下都能甩得起大半管，还是很危险的。然后这个东西怎么这么亮呢？哇，好奇怪啊！哎，这样的话等于是刚才又是获得了一个灵通物品，这个灵魂呢应该是先升个级吧，貌似是，哎，不错，可以是加到了25的智力，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是看一下技法术，哎，结晶法术武器，现在我们可以是用这个了。这个结晶法武器可以说还是相当猛的，它的怎么说呢，它的这个就是加的攻击力啊，比我们之前那个强力要高得多，可以大家试一下，这视觉效果也是很不错，哎，我记得没有这么糙的呀，怎么回事，哎，看一下我们的右手攻击力728，非常的已经是非常高了。这个难道是我之前抗拒时我只有开开了，应该是没有错吧，应该是这样。哎，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的，哎，又一个王的灵魂等于是拿到，现在应该是拿到了，哎，应该是两个王子吧，应该是一个是这个四王的，还有一个是西斯的，还有两个 boss， 两个 boss 呢？哎，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祭祀场还是有一个原因的。看一下这个应该是洋葱。Oh, hello again. 哎，不是。We're both managing quite well, aren't we? But I haven't found my father yet. Have you seen him?
他问你是这个他还没有找到，这是之前从这个森林里救出来这是他的女儿啊，这样我回答是。And I must be off. I'm sorry he's caused you trouble. He has a knack for that. If he just stay put.这样等于说是我们知道他这个父亲的下落，这样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遇见他父亲，应该是在夏明病村吧，这样这个应该是这个任务线我有点记不清了，我不知道他是会出生在这个灰烬湖还是一会儿去的这个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应该是我们一会儿要去的地方，可能是我不太清楚啊，应该是灰烬湖，应该是他这个任务最后的一个地方，这样我们等于是不用担心。但是我们要去一会儿去这个下面之前啊，我们先去找一只大蛇。起来。No, no, I'm fine. Well and wide awake. Do not treat me like an old withering snake. 这个蛇，你居然敢睡觉？我们打了一下。I am pleased to see you well. Is it? 这样我们还是再卖点东西吧。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卖的呢？这些灵魂物品，防火女，哇，居然有两个防火女的灵魂了。可以看 boss 灵魂都没有用啊，因为我觉得不是一些武器啊，感觉不是特别的好。这些拉到这些武器，结晶武器只卖一块钱啊，这个刚才感觉是卖了有点亏。魔力大刀呢是，虽然说我们这个号不是一个就是这个智力型的号，但是这些像我们游戏中应该是拿到过魔力大刀，然后还拿到过之前应该是还有一个这个混沌的这个棍棒嘛，还有应该是一个雷电枪，这些武器呢我是不建议大家是直接卖掉，因为这些武器我们是可以是弄到这个铁匠这个多余长弓，拿到铁匠那里，然后呢可以是给它降级后呢是可以把它改造成其他我们需要的武器，所以说也是不建议大家是发现没有什么用就直接卖掉了。黄铜的那一套装备，其实我这个游戏呢我也是应该是不打算玩二周目了，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直接就卖掉了。剩女一套，这个呢是之前也提过，这个蛇貌似是对女性的装备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这套黑色的看一下，这套装备貌似是火防比较高吧，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用啊。之前我应该是留了一套的，至少留了一套这个红色的，至少它是一个轻甲，是准备打之前我们打的这个半男不女的 boss， 应该是 Gwendolyn 吧。然后是一个这个法式服装，为什么只卖一块钱呢？难道是因为它长得比较二？我不太清楚。一个野猪的这个头，不会我也卖掉吧？因为我是不打算用。这样随便卖，挣点钱，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再升级吧。因为是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是相当危险的。升级不错啊，正好是够了。这样我们升什么呢？升体力吧。感觉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事了，可以把体力呢，比如说加到30，加到30之后呢，再开始再升一点耐力什么的，这样基本上差不多，直接是传送。下边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是混沌的女儿吧，应该是混沌女儿这里。这儿呢，我们那边，这样正好跟这个，跟他建立一个誓约。这样我们应该是混沌的仆人吧？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应该没有记错，对，混沌的仆人这个誓约，这个誓约还是，哎，怎么说呢？我这是也是算是比较重要一个誓约。然后呢，我们直接因为之前提过，她是一个防火女，可以是把那个强化元素瓶，她现在是强化到了加五，这个应该是一周目游戏好像最多是可以拿到七个元素瓶吧。就是说包括你把所有防火女都杀掉，应该是可以拿到七个这个防火女灵魂。但是你要是都杀掉的话是没有人给你强化的，所以说应该是一周目最多是可以强化到元素瓶加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剩下这个防火女，还有这个转火机子厂这个防火女。这两个防火女呢，哎，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吧。因为怎么说，防火这个祭祀场的这防火女一般我是留那个防火女，然后这个防火女到时候这个地方我们打完就直接杀掉了。下面呢我们是要做一件事儿，这个我就直接在屏幕底下做了。我们可以看我之前也是留了很多的这个人性。这个誓约呢，我们是想要在这个誓约里面升级，是需要给这个像这个 boss 是献上人性的，这样我们直接是我在底下花点时间，就到时候我估计到时候直接给截出去了。我们把这个誓约呢，在这个誓约里面提升一下等级，因为是有点视角，这样等于是先让我是干一干这个人性。这样我们刚才呢是一共像这个像这个 NPC 献上了30个这个节操人性，等于是他刚才写的是在这个誓约中应该是升级，同时是给了我们这个看一下，应该是之前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在这个应该是底层有一个人入侵我们，他是使了一个招数，这个招应该叫混沌风暴。可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强力一个咒术，它的基本效果就是地上出现好多火柱子，然后这个火柱子呢还会留下一堆的火焰。这个法术想这应该是咒术啊，想获得这个咒术啊就会需要加入这个NPC的誓约，然后向他献上30个节操这个人性才能获得，可以说也是不好获得一个东西啊。这样基本上我们的要做的事儿吧基本上达成了，就是等于是需要在这个誓约中是获得这个应该是献上三十个人性吧，30个人性之后呢是可以是获得这个应该誓约等级的升级。这个其实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获得这个咒术啊，因为我是压根是不用咒术的，主要原因呢是想因为是后期这个地方有刚才我是纳闷一下，说这个萤火为什么不能休息呢？后期应该是在这儿，我们会遇见这个索莱尔，然后，也是跟大家剧透一下吧。这个地方呢，索莱尔会像大部分之前的这个 NPC 啊，那可以看见我们是之前是教我们咒术的这个 NPC， 还有像我们向导，然后呢。包括之后的，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洋葱头，他们都会变成这个活尸，所以说也是非常的挺悲伤的一个故事。当然我这个一周目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索莱尔在这里呢，他会变成一个活尸，而我也是最后也是非常的非常无奈只能把他杀死了。这边有物品，这是什么呢？一个灵魂，这边没有骑士灵魂呢。发现这边有一个，这个貌似是我们之前打过的这个 boss 吗？但怎么两下直接被我们戳死了？这就之前我们打过这人，所以说之前说这索莱尔，我也是这回吧，之前是从来没有尝试过救他，
唯一我这个在危机上查到可以救索尔的方式，就是直接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看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蜡石，唯一能救他方式就是加入我们刚才这个誓约，然后呢是献上30个这个节操，之后呢是变成，也可以看这个是这个蜡石变灰了。这说明什么呢？有人入侵我们。当然，这个入侵呢是一个 NPC 入侵，所以说还好吧，不是特别的难打。但是呢，其实在后边吧，管在后边。哎，是吧？不是特别的难打。哎，可以看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灵魂，26650的，给了一把他这个直剑。这个 NPC 呢是我之前也是在应该是在下水道吧，下水道跟他提到的，我是当时是把 BOSS 击败之后，我是回去想触发这个 NPC 入侵，结果是失败了。但是假如我们要是说之前我们要是那次也成功的话，把包括这次的 NPC 入侵都给他就是成功击败击退之后呢，会我们再回到之前这个就是这个白色蜘蛛女的这个房间，在他的那个房间的尽头呢，会出现一个这个尸体上会出现一个这个应该算是怎么一个就是这个 NPC 他穿的一个套装啊，他这个套装应该叫什么荆棘套装吧，总之是，哎，就是说他身上带刺儿，然后你穿上这个套装你翻滚的话呢，会对敌人呢造成一定的这个流血伤害，就很低的伤害，然后会造成这个流血的积蓄值，所以说也是。怎么说呢，网上我看对这个套装的评价，它的好处是就说别人想背刺你的时候啊，比如说像我经常就是，哎，我觉得我基本上被入侵这个 PVP 啊，基本上我的死因都是被背刺，当然我也是怎么说呢，看吧，因为我 PVP 我觉得背刺就是感觉怎么说，因为毕竟是有点就是阴险的招数嘛，一般我是不太想用，当然是，哎，有人想背刺我那就背刺了，毕竟，哎，你 PVP 我就是我反正技术很糙，你 PVP 我技术输掉我也不抱怨什么，但是你背刺，哎，这个恶魔貌似是没法背刺的，哎，貌似是不能背刺的，毕竟这个块头太大了，背刺的话感觉上有点不太现实啊。哎，这样我们等于是之前我也是建议大家在这儿的话是利用这个用弓箭啊，是像我这样直接是射掉，然后这边啊，哦，对啊，走错了。哎，这样所以说刚才那个骑士套装你是会在那个防空就是那个白蜘蛛那个房间尽头拿到，由于我们是等于是 miss 掉了一次，然后，哎，这边是长了一个这么就是什么玩意儿，由于我们是 miss 了一次，所以说是这个是没有机会了。哎，然后这边有一个殖民骑士灵魂，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下边啊，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哎，看这个长得貌似是一只虫子啊，很奇怪。怎么说？跟大家是稍微提醒一半，就是哎，注意一下，这边有只虫子，哎，看到没有？这么大。哇，还不小呢，感觉上是应该是蜈蚣还是蝎子之类的。然后这边又有一只虫子，这只虫子呢，可以看它是守护着一个这个萤火。这个虫子呢，我也是，哎，强烈建议大家要小心。还好，攻击力比较高，两下直接打死了。这又一个骑士灵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萤火点着。休息一下吧。这只虫子呢，应该它是不会复活的，所以说我们休息没太大关系。主要我休息的原因是想把我们这个法术武器，等于是重新的，等于是冲一下能，把它加变成加三，这样我们要前进。可以看前面有个木门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前进的道路了。这样直接往下走，这个地方还算是比较好打，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武器啊，可以说是升到已经是没法再加了吧，攻击力基本上是满。哎，哇，这都能打到！哎，发现又好吧，
发现牛头人啊，这个牛头人呢，之前我们打也是也挺麻烦。这只虫子怎么说呢？感觉这个游戏的虫子就是特别二啊，不停让我们射它，射它，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这个好痛啊，好痛啊这么一个声音，啊，但是它也不会过来，我们可以直接射死。但是这只虫子其实感觉还好吧，不是特别挡路。我们要是往这个边上走，应该是不会。虽然它也掉碎片，这些虫子它会掉一些这个碎片什么的，但是不是特别值得杀，因为这些虫子就是不会动，防御力比较高，然后攻击力也比较高。它还会呢喷这个呕吐，吐到我们身上呢会把我们这个装备的这个耐久啊，会直接是就直接是基本上消耗很多的耐久吧，基本上就是直接会坏掉。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恶魔，这样我们直接是利用他的攻击，等于是出他攻击一下，然后因为他攻击这个间隔比较长，我们直接是可以去利用两枪，我们连刀的攻击还是比较高的，两人攻击能直接给他打死。这样前边这边是我们要去的这个前面的道路啊，但是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又一个牛头人。哎，这个牛头人还是怎么说呢，比较聪明的嘛，可以看他在这个地方，哎，刚说完他比较聪明啊。